你好，我是好安心迷你仓销售部客户代表陈孔，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谢谢你的查询，我们公司有两个仓库都符合你的要求，两个仓库都是在香港岛的，分别是太古仓和柴湾仓，让我详细介绍一下他们的服务，你再考虑哪一个比较合适吧。两个仓库都全年无休，无需预约。水洗进出都是需要时刻提取，也都要24小时空调抽湿，能保持你公司的文件干燥。当然，最重要也有防火切设备，确保全副密屏及使用者的安全。另外，都有24小时网络监控。而在储存空间、收费和一些免费使用项目截止方面有些不同。首先，在储存空间，太古仓面积是10平方尺，最多可存放25个标准箱；而柴湾仓面积是8平方尺，最多可存放22个标准箱。此外，在收费方面，太古仓每月收费是1000元，柴湾仓是每月800元。最后，在免费使用项目方面，两个仓库都免费提供手推车及梯级供客户使用，太古仓提供25个透明塑料标准箱，也有客户专用新疆剂；而柴湾仓提供20个应急标准箱，另外也有提供30分钟免费的停车。我觉得，因为你们公司是存放客户的文件，安全保密是最重要的，我会建议你用太古仓，虽然价格每个月比柴湾仓会贵200元，但太古仓除了需要即刻提取，而且还需要密码，这样做就能保证只有即刻其即时密码的指定员工才能去提取相关文件，这样做就会确保了你们公司的敏感资料不会那么容易外泄。好的，谢谢你的惠顾。现在如果预缴全年餐费，还可以享有8折优惠。好的，我会尽快把报价资料电邮给你。谢谢，再见。